我爱早晨。早晨，先生，早晨，弟弟。你好吗？我好，唔该。你可唔可以介绍你自己啊？可以，先生弟弟早晨啊！我叫小弟法蒂玛，我今年三十岁，我没结婚，我属牛狗，我要做一个年轻的卡塔里奥尼教师朋友，我要做一个开香港人外文多的准备我的家庭。老板 ，OK， 有几多人啊？有十个人。边位嚟噶？先生弟弟叫咩名？江苏朋友。先生太太有冇翻工啊？先生弟弟翻工啊？小朋友几多岁啊？三岁女仔，五岁男仔弟弟。你点样凑小朋友啊？准备好屋，上佢放学，接佢放学，跟小朋友一齐玩。夜晚小朋友同埋边个瞓啊？同埋我瞓啊，弟弟。如果小朋友冇端端唔舒服，开始发烧，你会点做啊？我会即刻带佢跟住奶奶上去俾老板知，弟弟。你住喺中山，有冇学到全中国送啊？有啊，弟弟。你识煮乜嘢餸啊？煎鱼、煎细蛋、煎鸡、煮饭、煮面、番茄、煮蛋、同埋白糖。你食过乜嘢糖啊？番茄、水仔、红萝卜、叶冻、客鸡冻、猪肉冻，同埋其他嘢。你识唔识海鸡丝米餸啊？我识噶，弟弟。你怕唔怕狗啊？我唔怕狗，弟弟。如果你做得唔啱，跟住老板闹你，你会点讲啊？我会讲到唔知先生，到唔知弟弟，下次唔会再做。如果老板叫你买餸，买餸之后仲要走钱，你会点做啊？我会拜访老板同埋快餐弟弟。如果喺香港有老板想请你做嘢，但系老板唔俾你放假，会俾翻钱你，你得唔得啊？我得啊，弟弟。如果老板俾你放假，但系一个月俾两次放假，唔系礼拜，你得唔得？得啊，弟弟。如果老板唔俾你用手提电话嚟做嘢嗰阵时，你得唔得啊？唔紧要，冇问题，弟弟。你中唔中意小朋友啊？我好中意小朋友弟弟。你有冇说话同先生太太讲啊？多谢先生，多谢弟弟，再见，去香港，拜拜。拜拜。